CBA 常规赛第35轮五加球，第五位哈德森，时间由分秒组成，却因各异的脉动长短不同，好似哈德森跨过黑洞，在宇宙的尽头将三分命中。不知爱因斯坦和霍金谁让老哈的童年如梦，但呼啸的耳旁风尽是哈德森好与时间为敌的骄傲与放纵。第四位张镇麟，辽宁反击如潮，小心张镇麟的坐标，前场三打一大事不妙，又见英才暴跳，这畅快的绝妙堪比夏日的老雪和烧烤，孜然和冰块你要多少有多少。喝多的老铁在傻笑，他说看见一个大绿棒子在乘风呼啸。第三位克拉伦斯，大包大揽大操大办，你想飞天我不能干，先送你个盖帽尝尝咸淡，再看我疾步如烟杀往前线，谁人与我一战同我中路对线。有一说一，后面的两分打进更像是这季绝美封盖的买一赠一，但毅然决然抓住机会就是干的表现，让入选五加自然而然。第二位林庭谦，心心杀入内线的磕磕绊绊做了错误示范，小林子带来最佳解决方案，一弹一闪骑马射箭，差了20多斤的两家公司竞标，一个陪标一个风头向好，不能光看客户需要，立足自身优势必不可少，不怕体量较小，只要精于微操，难搞照样也能招财进宝。第一位韩德君，航空母舰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巨大的吨位潜藏于大海之中，等战斗警报拉起红灯，舰载机滑跃起飞，制霸凌空。拥有数字化集成作战能力的辽宁航母战斗群所向披靡，覆盖全水域全空域立体打击攻防一体，只要战烟四起，飞沙挂弹出击，撼我疆域，力斩来犯之敌。 CBA 常规赛第36轮五加球，第五位刘毅，在 CBA 的江湖里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不易，外来的和尚想念经得端得稳木鱼，既要得分稳定性，又要方法够写意，想从教练的火眼金睛里抢上场时间全靠自己努力，好在总有人自强不息。第四位梅奥，又是一年春来到，化作春泥博君笑，舍生取义的梅奥一传送郭艾伦山崩石凿反击奏效，一身的骄傲如疾风劲草随风倾倒，只愿将探花之药化作队友反击号角，望而叹昨日春光无限好。第三位姜雨兴，新年是一种神奇的 buff， 你不得不鼓姜雨兴独占二卓，一展穿墙神术，我斩锋线新宿主，承蒙遐想无数，纵你天险金汤固，愿直木簪开通路，折戟无数破阵不误。第二位冯鑫，球场上最大的无奈莫过于你明知我二打一却难阻我雷霆出击，反击有了胡金秋高速跟进，冯鑫的妙传便能无限写意，来吧兄弟，我负责烙饼，你负责扣进。第一位沈子杰，经典的挡拆配合掩护下顺，经典的大鹏展示暴力入樽，沈子杰统治的空域没有白昼之分，全天候战备巡航，来犯者尸骨无存，当空一朵雷云，此生不遇黄昏。CBA 常规赛第33轮五加球，第五位冯鑫，源自放克和街舞中的一种风格，基本形式是借由各部位肌肉迅速收缩与放松的技巧，使舞者的身体产生强烈震动的视觉，这种舞蹈被人们称为 popping。 很显然，集男团偶像气质于一身的冯鑫是团队当中当仁不让的舞蹈担当。第四位汉米尔顿，房产经济职场法则第一条，跑，三线看房穿堂过巷，合同奉上过户转账，不论严寒酷暑紧随客户脚步，找准一梯两户提供伴随服务，购房无悔恨就选汉米尔顿。第三位威尔斯，解题方法要举一反三，人家反跑换考点，你还在找手递手的解题答案，看看人家隔壁班威尔斯就能随机应变，学知识是给谁学，学知识是给自己学，我说你们还别倔，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一届。第二位郭艾伦，火箭发射五秒准备，光学雷达跟踪就位，所有岗位听我指挥，点火起飞，
吴艾伦是辽宁队腾空而起最好的助燃剂，发射条件覆盖全天候全地域，队友搭载的弹跳科技携手吴艾伦的人球合一，飞天一梦就在今夕。神舟嫦娥向天外，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第一位杨，防守时突破你对臂展的想象，在你身旁上演反医学变相，快攻放肆推，队友永相随。很难想象约瑟夫杨是如何具备这等反应速度和发力状态中身体的协调灵敏度，然而他确实拥有这种天赋，你也只需要为他放开脚步，把他送上的皮球扣入。CBA 常规赛第32轮五加球，第五位布鲁克斯，球场一大悲剧就是单防二加一，每支 MEA1 和国产攻击机两路来袭，却被马上的收费站强力阻击。不管你哪国的什么先进武器，我的原则就一句，一车一杆，损坏自理，不惯你这臭脾气。想要通过顺利，亲，我们这里可以办理 ETC。第四位兰兹伯格，摸到皮球的那一刻，兰兹伯格就做出了和各位刷巨石一样的选择，两倍速爽就完了。你也分不清两倍速是个 bug 亦或龙石的防守剧情太过水了，总之这个家伙用了四级的时间享受了别人24级的快乐，不同的是他倍速靠训练，你倍速靠会员。第三位约翰逊，如果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出现在 CBA 赛场，那一定是挂着绳子节迎头逛大，扣篮和上篮都是两分进账，但之前来做这个选择的都成了大鸟血帽的背景墙，能在沈子杰头上开专场，不亚于展翼德、屠子龙首任关云长。第二位冯鑫，一寸长一寸强，你们抢篮板我一旁观望，但一寸短一寸险，制霸地面，心高志远，诡异的助攻送胡金秋反击打中，乱军从中，看我险中取胜。大个子们，欢迎来到对流层，这里暗流汹涌，鬼怪横行，唯我肆意纵横，贴地飞行，大显神通。第一位哈德森，效力五支球队，征途10年，血战419场比赛，历时3657天，三分剑指苍天，锋王传奇如烟。这是哈德森最擅长的得分方式，这是他在本场比赛的第24分，但他11842分的 CBA 生涯总得分已助力封顶，照耀来者追风。这一刻，会当凌绝顶，黄歌少年行。